对你来说，艺术是什么呢？对我而言，艺术是参与世界的爱，并且用镜头记录下这个真实的世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其珍。今年我即将会参加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公益展区的活动。那今年主要的主题是要关怀原住民的儿童。那因为他们在三年前受到八八风灾的影响，所以就必须要被迫离开他的故乡，离开他们生长的部落。那现在是住在平地的永久屋。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让他们带着他们的回忆，我们一起回到他们生长的部落，然后也让他们带我们去看他们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情景。那虽然说这段过程对他们而言是无法预测的，但是我想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付出关爱，然后付出实际的一些行动帮助他们。很高兴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，然后用摄影的方式去记录，然后也分享这份爱心。这次我的照片还有这些孩童们拍出来的照片，我们都会以义卖的方式呈现给大家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很踊跃的参与，那参与这些孩子们的生命，然后也让我们生活的地方更美好。